天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式了，我们有两位好朋友，也就是我们的特约记者呢，已经在巴黎塞纳河边的现场，他们将会告诉我们现在的巴黎是什么样的，奥运会的开幕式又会是什么样的，用他们自己的手机镜头记录下他们亲身亲眼看到的和亲身体会到的，让我们一起来连线他们，好开心哦。L'apôtre Saint Jacques, fils de Zébédée, ces pêcheurs du lac de Galilée avaient entendu l'appel de Jean-Baptiste avant de s'attacher à Jésus qui en fit ses apôtres. Jacques fut témoin de la transfiguration et de l'agonie. 谢谢贾杰和文章给我们带来的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现场最精彩的、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啊！希望你们在未来的几天呢，继续跟我们分享你们在巴黎的所见所闻所感，一些有趣的事情。在这里，我们要祝贾杰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！ 贾杰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special、很特别的生日，我想你一定会永生难忘，让我们都非常的羡慕。在这里，也希望你们继续带给我们精彩的故事。感谢收看这一期的《国美有约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